好啦，公正人性重新入閘，兜咗个圈顺利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四场五班一六五零米嘅赛事，六号大热大保护，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行星慢闸啊，前面快噶嘛，中间位置有大保护啊，抢前啲咯，零零四四快啲嘅真系，中间仲有领航精神，咁啊再见到埋边胜利精彩中档咧，橙帽只就鼓浪飞升最出野外桃源啦，内栏大面菇公正阳性，中间多进宝啊，最出红帽就威旺财啊，后多少啊，大约喺呢个尾四位置咧，咁啊粉红帽嗰只咧就进攻足球啦，尾三尖尖大笑啊，暂时殿后一队有行星同埋幸运新宝啊，好啦，过咗呢个千二米段处啦，前面带头有野外桃源，内栏咧就系呢只大宝库啊，外边咧就威旺财啦，咁啊红帽嘅，中间第四位领航精神啊，内栏第五红眼罩胜利精彩啦，出边位置三搭啊多进宝，再后边有鼓浪飞星啦，大面菇啊公正阳性啦，尾四粉红帽进攻足球，后边三只尖尖大笑、幸运新宝同埋黄衫嗰只咧就行星嚟噶，好啦，跑队对面直路嘅中尾段，野外桃源放头，威旺财咁中档，外边咧多进宝骑住走上去，跟住个内栏第四位仲有大宝库啦，咁后多少仲有领航精神胜利精彩啦，后边只只骑噶咯，鼓浪飞星公正阳性，尾四进攻足球，后边咧就奄尖大笑幸运新宝向尾二啊，包尾嗰只咧就行星嚟噶，好啦，入直路咁滞啦，野外桃源带住多进宝入嚟啊，跟住第三位内栏大宝库冇骑过揿住嘅咋，中间位置有威旺财啦，外边上跟仲有公正阳性啦，再后边嘅马咧就奄尖大笑，最出幸运新宝上。最后百零米，公正阳性在中间走甩咗，外边幸运新宝咧，冯冯爹亦都追紧上嚟，埋边位置大宝库中间胜利精彩接近终点啦，公正阳性都好有机会赢啊！第二名幸运新宝，第三名大宝库同埋胜利精彩咧就跑得好接近啊！咁啊，结果公正阳性一转马房咧，咁啊，结果就真系。入弯嘅时候已经透出走上嚟发力夜马，幸运新宝好后追上嚟跑第二第三近啦，大宝库胜利精彩，公正阳性临尾落重飞得快$52夜马三分一都冇，幸运新宝始终都系路程短啲啊，系啊，即系做足都系咁咯，第三睇下只大宝库顶唔顶得住只胜利精彩啦，哎呀好难讲，都好难讲啊，嗱嗱，哎呀唔知啊，真系睇咗相先啦。哇！你睇下史卓峰呢场佢转跑线，点样入边缝咗先可以走到出去？哇！嗰种当机立断攞位真系犀利。好啦，翻嚟睇下第三个幅相啦。咁啊，见到入边嘅大宝库开面嘅胜利精彩，咁啊结果都系大宝库顶得住啊。系啊，其实都差半步顶唔住噶啦，放大镜头先睇到啊，真系呢只热门今日麻麻地啊，都甩晒。呢只热门今日麻麻地啊，都甩晒，完全冇威胁啊！第三，第一个预计派彩啦，落重飞嘅11号公正阳性啊，呢度赢马咯，独赢派$52，位置派16.5，跑第二名系二号幸运新宝，位置派16.5，跑第三名六号大宝库，位置派14.5，连赢位二搭上一派$110，五号三名彩11号、二号六号派986，单贴派154，位置 Q 二搭上一派40，五号六搭上一派46.5，二搭六派38.5，跑第四名系10号嘅胜利精彩，胜利精彩都系啡格嘅喎。嗯，阴公啊，幸运新宝有气切。咁啊，俾呢只公正阳性走先，咁啊，步步进逼之下输条颈咯，只幸运新宝就睇下四连环就派$551。四重彩派$10,237。但系真系老老实实呢条咁嘅 Q 得11倍啊，赛前都唔容易捉噶。因为我自己是幸运申报胆，但是你说要拖呢只得11倍 Q 真的不是很抵玩。好啦，起步见到行星的大慢闸嘅，咁啊前面走我哋见到大宝库紧啊骑喺出嚟先啦，都尽量利用个均速嘅跑法等喺前面嘅啦。开面都好肯打边啊，就啲野外桃源啊，多进宝都有抽几边嘅，但有啲内闪阵间先上翻嚟嘅啫。然之后见到领航精神走喺第四位啦，咁啊入边系胜利精彩，开面威旺财，再后啲系鼓浪飞星，开面多进宝入边已经系公正阳性嚟嘅啦。有几只马完全跟唔住，进攻足球啦、榄球就系进攻足球咧，入边嗰只奄尖大笑啦，后面啲。就是看到那隻幸運新寶的尾耳包了未行星、啊、都是撿起他頭身上條脷的了、嗯、失望一點就、威旺財其實之後他有些遮擋的那個位置但回來呢、嗯、就不是很多
就多進寶上咗嚟嗰度嘛。嗯。不過其實呢組都好慢㗎，我一路抄斷速，一路喺度咿咿咬咬㗎啦。咁慢仲唔係前面啲馬咁？結果又唔係喎，後面嗰啲撲曬上嚟喎。係咪即係中距離同埋短途山咁遠咧？嗬。可以留意一下史卓峰點樣可以轉位出去啊？稍後。戴咗個面箍嗰只啊。係啦，而家內欄第八位。佢嘣一声就飞咗出去嘅，可以啊！嗱，古浪飞星都闪咗出去，啱啱冇俾佢偷呢个位。但古浪飞星嗰度自己又上唔到，咁啊有啲唔知做乜咁啊！嗰度嗰个位真系开得啱啱好嘅啫。呢度佢十万新宝同佢距离都有两三个马位啊，系啊！但人哋咁鬼大步，你点追得翻啊？讲真，后面啲马啲走势都好弱啊！放头嗰啲全部翻嚟包咪有几只添，可能飞星都仲系未好上的。福榜完毕噶啦，派彩作实。维持 Q 二搭十一派40蚊，五号六搭十一派46.5，二搭六派38.5。四连环派551蚊。四重彩派10237蚊。